主料，白菜220克，辅料，木耳、干红椒、蒜、油、盐、醋、味极鲜、鸡精、芝麻油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。白菜切成细条，锅中先入干红椒，再放蒜片爆香，加入白菜翻炒，加入切成丝的木耳，加盐醋炒软白菜，加味极鲜、芝麻油、鸡精调味出锅。烹饪技巧，白菜不必加水，加盐后会适量渗出汤汁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